温顿军训，嘿。等一下。来，Let's go。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二转四连哈。这边可以去接一接。哇！这属于你可以做什么？哎呦，占领了。做一狂欢奖，主宰神殿。哦，这就是主宰神殿哦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边有一些奖励啊，对吧？都领起来。我先给你看一下这个，那寻宝可以做什么？副本可以做什么？伴侣哦，快挂了，再充一下啊！谢。所以我们这边继续上进哈。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嘿，我们最后还是讲一下重点好了。逍遥传奇还剩什么没有讲啊？你们觉得？哦，这里好漂亮哦！诶，什么时候有捕鱼大人呢、啊？那捕鱼大人也来讲一下。哦，这诶，这个早就有了。什么事？哎呀，巨鲲被抓了。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巨鲲，就是捕获巨鲲哦。水世虾会钓鱼丸，那你就捕获巨鲲会增加你的那个。你的一些属性啊，哈，那你看这边又有什么吞天巨鲲的一个碎片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就是巨鲲了哈，哦，这今天就这样这个活动，晶晶啊，看一下晶晶怎么了，哦，晶晶在钓鱼，